Told me of a time
work with, we met some shows. Traveling throughout the South, spoke with tears for 15 years. How is Garden Grove? They would travel about, but you stuck up and died. Caught up and dying. After 20 years, you still freeze. Said a dance now and every chance in honky tones. For my drinks and tips. But most of the time I spend behind these comedy bars. He seeks a light and drinks a bit. Then he shook his head. Oh Lord, then he shook his head. I can swear I heard somebody say please. That's Mr. Bowles. Yeah.
带回去啦，谢谢吧。我姓黄，宝贝的宝，富裕的裕。妈妈不好意思，我今年没回家过年。对，我是高雄人，然后来到高雄这个地方，希望你们也可以看到高雄小孩子长大之后，其实还算是可以把这些欢乐带给你们。那我总觉得一个人变魔术不是那么好玩，那我接下来呢，我要用我擅长的戏剧的手法变一段互动魔术给各位欣赏，谢谢你们，谢谢。
就拉出来了吧。还有小朋友，不好意思哦，国军一下，国军一下，你应该不会跟高雄的耿和计较吧？应该不会。谢谢谢谢。很少回来，很少过年的时候回来。今天最后一个表演，我希望我可以用一个一箱游子的心情，送给现场所有的家长。也许你们的小朋友也在外面努力的打拼，没有空回来家乡过年，希望你们也可以知道，其实这些异乡的游子也都是在外面努力的打拼着，只为了给你们更好、更富裕的生活。带来最后一段魔术，送给你们，谢谢，掌声。交往心慌
来的表演，不知道的朋友，我们再次给我们帅气的舞姿更热情的掌声，朋友们。那我们的魔术师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高雄的朋友来说一下呢？来，麦克风在这里，马上为您送上来。最后过年了，一个马年，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因为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是的。也期待您为您所爱的人许下一个幸福的诺言，透过今年马年，每年、每年、每天、每秒、每分都可以快乐幸福。谢谢你们，谢谢，谢谢我们高雄帅气百个今天的魔术师，我们要给他们多多的支持，多多鼓励。以上的表演呢，是我们的特技空间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所以，梦溪镇的朋友，如果呢你想要支持他们、follow他们的消息的话呢，赶快上 Facebook， 赶快打。